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哎，各位观众，终于又出了一只新角色了，啊，不对，是两只新角色，两只一起啊。我们的小屁孩，没问题。那么，我们就来开抽啦。我还以为会一发入魂呢，吓我一跳。而且这次旁边是这个天沼月人，也是我们的小屁孩。我们再来。哎，今天这卡池怎么回事啊？我随便都有哎。啊，一直中这个啊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再来。老爹，这个天沼月人哦，才三星而已哦。可以顺便把这个月人给抽起来啊。我们再来。至于这只角色强不强哦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特别去爬文了一下，好像目前也不知道强不强哦，但是感觉是蛮厉害的。重点他又是刺杀流的。好，我们再来。有没有小屁孩？靠腰，不是这个小屁孩啦，我要两个的那个小屁孩啊。我们再来。敢不敢给我一张小屁孩啊？小屁孩双人族啊，中啦！双生子是什么意思啊？生谁啊？好，我们再来。看能不能400抽哦，拼个几绝哦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再来。又有了，一次两张，两只小屁孩。好，太好了。我们继续。小小的屁孩，这一次有满满的小屁孩呀、啊！这一次叫做《快琴与风吹》，好像吧？快琴跟什么？没错，《快琴与风吹》哦。好，我们再来。给我多一点，快晴雨吹干哦，雨风吹哦。好，我们再来，给我一张快晴吹干啊！快点给我多一点的吹干啊！有没有？有了，快晴跟吹干，靠腰一直给我这个天沼月人哎、欸，哦，快晴跟风吹，好，没问题，260抽啦，我们再来，
要买 bus 头。290抽又中啦！哎，我怎么？哎，怎么那么多只啦？然后再来，这一池是不是比较放送啊？是不是欢乐送啊？这一池啊？已经420抽了，我领，我再领，我领领领，我领不完，没问题，我还有得领啊。200抽奖励，300抽奖励。哎，好嘞，他是刺杀流的，我觉醒，我这样可以解决啊。说真的，老爹看悠悠白书哦，从小就在看哦，我还真不知道这只是谁耶，奇怪啊，我真的忘记啦，难道要回去看漫画吗？这两个神谁啊？是谁啊？快琴跟吹干啊？哎，视觉嘞，各位观众。然后，哎，小屁孩是什么流的？另外一只，哦，它是聚集的、哦。好，视觉屁孩，来一阵你。直上五绝，不过咒术流现在好像不太行哎。好，我们再来。我把它上五绝了，各位观众。快琴跟吹干哦，把它练到五绝哦。来，有没有？靠腰。我们继续，给我快琴跟吹干啊！有了，快点给我啊，多一点！到底差几张啊？到五绝，五绝要几个碎片啊？好，又有了，敢不敢给我两个屁孩呀、啊？好，有了，35个碎片。65个啦。我们再来，再来有没有？哎，我不要落完啊，落什么完啊？好，各位观众，又中啦，应该是吧？靠腰。我不要呼吁你修啊，
一次应该是的吧？这一次应该是的吧？我靠！雪菜呀、啊！雪菜，你来干嘛的？95个碎片啊！我如果没记错，好像要150几个，是不是啊？再一张就有了，再一张啊！吹干啊！哎我的！不绝，吹干，来日胜利。到六绝要255个哦。我们先这样子试试看强不强，强不强再说啊。屁孩也五绝嘞。好，我们来抽最后一只，抽最后一只助战的。最后一支助战来用的，助战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还是没有，最后一张啦，哥哥，给我啊！好，没问题。那么，老爹哦，这两天把它练好，我们再来试试看这只角色强不强。那么，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